咦，这个频道你订阅了没有？赶快订阅哦！女人我最大 YouTube。我们来看看心仪，你看莫兰迪，哇。刚刚心仪她原本穿的也是莫兰迪，对不对？可是她只有上半身的那个，我现在给她全身都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讲莫兰迪色，莫兰迪色。可是我们在跟大家讲一个正确的观念，也就是说，莫兰迪色它真的就是刚刚讲到画家他所画作里面会出现的颜色，可是跟大家最近在迷的那个清宫剧里面的颜色其实不一样哦。对，清宫剧里面他用的颜色其实是比较属于中国的传统色。哦，那中国的传统色跟莫兰迪色很相近，但两个的差异就在明度，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色它比较深。我讲一个例子哦，比方说像这一件跟这一件，这一件就是中国传统色，它就是这个灰色里面再加上了黑色调。可是同样的一个基调里面，如果你加灰色里面加上了白色调，这个就是莫兰迪色。所以莫兰迪色跟中国传统色其实都是今年非常流行的颜色。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只要染上灰，讲不出来的颜色就是今年的重点色。所以我给心仪穿的其实融合了这个莫兰迪色啦，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个现在很夯的一些中国传统色的色调去做一些混搭。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撞色的元素，所以很多女生会说，哎，我不太敢撞色，因为过去我们讲撞色都是所谓的饱和色系，可能是这个鲜艳的，对，或者 orange 色，或者红色，对不对？荧光色。可是呢，你用莫兰迪色撞色，挑战度比较简单一点点，就好像很合理。对，而且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同一个痛色系？因为它都是灰灰的，它就是它虽然你看有绿色哦，对啊，然后有偏紫色哦，然后有更沉的紫色哦，可是它统一都用一个灰色把它刷上去，所以就像那个画家里面的画作一样，你会觉得它很沉静，而且我们讲这个灰是准，没有是高级的灰，高级是有质感的灰。好，所以我给心仪穿的，先看里面的这一件哦，里面这一件其实就非常的优雅，它就是一个比较缎面材质，然后有一点点光泽感的这个衬衫。那我觉得心仪，因为她刚刚一开始穿的那个衬衫，其实它是属于比较落肩的。虽然今年落肩款是很流行，但是我觉得原生的女生或者是肩膀比较宽的女生，怎么样，不见得很适合穿落肩，因为会看起来更圆。落肩反而给瘦的人穿是很漂亮的，知道？对，可是如果是圆肩的女生穿也可以，但是你下半身就要收窄，让身体的线条看起来有一点点窄身。比方说，心妹姐如果穿一个 oversize 的大的 T 恤，对不对？你下半身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fit 窄管的，那看起来身形会变得比较好看。明白。要不然的话，整体就会上宽下宽，有时候有放大的问题。所以我给心仪选的，它是属于比较合肩的啊，就一般我们讲正统剪裁的一个衬衫。然后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好处是，因为莫兰迪色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因为我们是黄皮肤。那它跟我们去年在讲秋冬在讲那个酒红色啊、芥末黄一样，它是有时候穿不好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对，所以我有一点点光泽感的时候，可以综合掉这个问题，可以让你的这个气色再好一点点。然后下半身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要把如果光这三个颜色，不要把那个灰灰绿绿的放在上半身，比较不好。其实有两种颜色我们亚洲人不是那么的适合，一个就是绿色，另外一个就是黄色。真的，对，所以你如果要这种颜色，你可以把它放在离你的肤色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比方说下半身。然后这一个颜色跟刚刚心仪一开始穿的也不太一样，它也是比较白，比较亮丽一点，所以它也是刷白的这种莫兰迪色的感觉。那重点是说，我觉得心仪还是以这种 A 字裙或长裙或圆裙当做一个挑战会比较简单，是因为如果她穿窄裙的话，有时候身形还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时候，看起来你不要瞪我，看起来会变得比较容易有自己的这个小缺点跑出来，所以给他的也是上面收腰，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挺度哦，这边的挺度会让他的这个侧面看起来腹部的线条是不会有这个好像小腹凸出来，或他刚刚讲到胃凸这些问题。然后呢，正面的部分其实它中间有一个像衬衫一样的这个开襟排扣的设计感，所以你可以在下面再稍微打开一个扣子，或者你再有自信一点，你甚至全开，没有不行，还有这个就是极限了，性感了，就让有时候长裙女生会说啊，把膝盖遮住了会不会看起来显矮？其实这样子是 OK 的。那底下的部分呢，因为莫兰迪色就像刚刚心妹姐讲的，整个人会看起来哇，好像很沉稳到了，很对，所以你就可以有一点点装饰感，虽然是莫兰迪色，上面有一些 bling bling 的这个蝴蝶结啊，去做一些设计。好的，那另外当然就是外套的部分，
这个外套其实蛮好玩的地方是，它这个外套其实旁边有一个袋子。要干嘛？因为今年有流行这种，刚我不是拿一条裤子吗？是跟它是同套。所以呢，今年有很多这种，因为我们讲那个很无聊一个袋子，你可以把这个袋子扣在这个裤子上面，然后里面穿 T 恤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大概十年前会流行的那种，对，有一个造型的肩带，类似像吊带那种感觉。对对对，或者是说这下面也有这个袋子，你可以整个。跟上面做一个混搭的感觉，其实就会有一种效果。因为今年我们讲就是很流行这种成套的东西哈。虽然全身都是莫兰迪色，但带有光泽的上衣跟布灵布灵的鞋子，让整体造型有了亮点，看起来沉稳又优雅。